双手都打开，我的梦想更加精彩。哦哦哦哦哦，人生就像满满的好彩，酸甜苦辣一道一道来，各种香味慢慢晕开，让人好期待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爱。也许种下的花它还没有开，也许该走的路有一点缓慢，感谢你们没有离开，那个当年的小孩阴晴圆缺一起往前走，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拆开，面对所有困难勇敢一起闯，只要你们一直都在，哪怕天要塌下来，总有一天是要成功拿到金牌。阿宝啊，你别紧张啊，我检查的结果的确是有阿兹海默的症状，医生交代要吃的药，该做的事都会小心。阿宝，我一直都很信赖你。谢谢大姐，大姐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绝无二心。所以我生病的事绝对不能说出去，尤其是林太太，她人很好，但是嘴快。你要是不小心在她面前说漏了嘴，他只要一知道，整个大楼都知道。我知道，可是金牌跟佳丽也不能说吗？不说。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？其实我对自己的这个病啊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金牌现在事业刚起步，不想搅乱了他的脚步。不行，你要我瞒着他们这件事情，我不能够接受。要是哪一天金牌他知道，他绝对不会原谅我这个做舅舅。不行，这件事得听我安排。阿宝，你得听我。林太太，林太太，你早啊！这么早来找我？是啊，小莫说我可以来找你说话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，可以邀请你到外面去走走，散散心。好啊，好啊。哎呦，可是我在工作哎，而且这个地方都还没开始扫。知道小莫是很愿意帮我忙啦，而且我还知道他早上都没有事情哦。啊？当然可以啊，林太太常帮我顾管理室，你有事情我当然可以帮你啊。走吧。谢谢。
找我讲话吗？怎么都不开口啊？我是想说，可是又不好说。什么事情不好说啊？没什么啦，只是一些陈年往事。啊？陈年往事哦。从小就没有了父母，是金上校一路把我带到台湾来的，他照顾我，教我读书、认字、做人处事。后来才知道，大姐是我的远房亲戚。金上校更把我当家人一样。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血气方刚，惹了不少的麻烦，但是他们从来就都没有嫌弃过我。我在心里面发誓，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他，但没有想到，我都还没有回报他，金上校他就突然走了。现在大姐也……金奶奶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大姐突然失去老伴，现在只剩下我们姐弟俩互相照顾，相依为命。真的很好笑哎，人家金奶奶有儿子、有媳妇、有孙女的，自己有家人，哪需要跟你相依为命啊？你是真的把金奶奶当做自己的亲人了哦？是，我把她当亲姐姐，不论她说什么，我绝对都照办。那如果金奶奶反对我们做朋友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我就不会跟你来往了。我就喜欢实话实说的男人。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我也不会理你，我就会另外交别的朋友，然后看也不看你。不会了，大姐很赞成我们来往，你知道，不管大姐怎么说，我绝对都照办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，不见不散啊。好好，再见。妈，吴成信要来我们家。哦，听到了。他终于出现了。是啊，他说要跟我讨论开新餐厅的事情，还想跟妈还有家里当面道歉。吴成信这个人很有意思，当初他卷款潜逃，我还骂无情无义吴成信。哎，没想到他这么有本领，这么快就还清债务，而且他一有钱的时候就想到找你东山再起。那这样看看，其实吴成信这个人是有诚信的哦。就是啊，其实他不是卷款潜逃，他这个人就这毛病，不把话说清楚，老是一个人闷着头干，才会让人家误会的。我想这次他也学到教训了。你才应该受到教训呢。
你既然知道他有这个毛病，什么事儿不说清楚，闷着头干，那你就要想办法跟他沟通啊！你不能什么事儿全让人家一个人扛责任呐、他在电话里还说了，很想念我做的黄金清鸡汤。哎呦，那我得准备一下，炖一锅给他喝。哎，那个鸡汤我一直也很爱喝，你怎么不做给我喝啊？啊？哎呀，这不一样嘛。怎么不一样？这个鸡汤啊，是我跟他之间的一个默契。你跟他之间还有默契，我都不知道。妈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高中的时候我们参加厨艺比赛，我做的是鸡高汤。他喝了一口以后赞不绝口，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越简单的事情越难做。我听了很感动啊，心想我终于遇到知音了。后来我们决定以后一定要合开一间餐厅。哦，你们从那个时候就打算要合作开餐厅了？是啊，他为了实现我们的约定，不做厨师，改做房地产，拼命赚钱呢。后来他找我开餐厅的时候，我又做了一锅鸡汤给他喝，他喝完以后就跟我说，我的鸡汤更上一层楼了。那个时候我刚结束掉第二间餐厅，就是因为他的话，我才有信心再开餐厅。人生在世啊，能够得到一个互相信任、互相支持的知音，不容易啊。只要一喝到鸡汤，我就会想起当初我们决定开餐厅的初心，所以这一次他说他要喝鸡汤，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。那我想喝鸡汤也有我的意思啊。哦，你有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我想喝鸡汤。哇，好好好蒸土豆，永基集团董事长戚家。这道法式黄金清鸡汤，也是很多法国菜的基本汤底。做起来虽然费时，得花两天，不过它的营养价值比传统鸡汤高，而且完全不油腻。吴成信啊，这一阵子拼命的工作，也可以帮他进补一下了。